童星出身的庄群诗28号经传在拍戏途中猝逝，享年37岁。家属悲痛证实，同时也宣布葬礼相关事宜以及公开慰问款项账户。没想到慰问金账户却遭到有心人士冒用诈取钱财。家属透过庄群诗的面子书公开慰问金的汇款账号时，竟然遇到骗子冒充庄群诗账户来盗取慰问金，只好再度留言提醒粉丝说，有骗子冒充我们的帖子来筹集慰问金，请仅从 Quincy 的官方媒体账户获取讯息。庄群诗的遗体在家属办理完手续后，于星期二晚上8:30从吉隆坡马大医药中心运返家乡，追悼会于11月29号到12月1号举行，并将在星期六上午10点举行，奉仪至吉北五百郎太平山庄火化。